我说刚刚一列车长，我去问了，刚刚一列车长在2009年12月19号，高雄捷运美丽岛美丽岛站，9:13出发，就是有人在弹钢琴。这是光之穷笔，真的是超。然后来到这种地方开心了、啊。哎，这人真厉害。会探种，超帅的帅哥。好，如果喜欢片，干嘛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就讲，然后感谢各位支持，拜拜。